好，我跟你什么缘？缘深啊，你试试看嘛，我不先讲，他都知道，我先不讲，你们来说。讲就不行。对，我先不讲，你们来说，我来听。我说你是皇宫娘娘下凡呐、啊，要找你的儿女回来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金树下凡好不好？不好受啊。金树最好。可是最好啊。对啊。不好受，可是最好、啊。你看呢、啊？这么多儿女。景气这么好。对，儿女这么多。这么人在，这么多人在修。对。啊，不如你要，不然你要到哪里去找？对，我找不到了。对呀、啊。开嘛，安住心住如莲见，菩提心得。如意圣贤动住如莲见，波如莲灯。灵净树如寒殿，是灵殿。不如岩浆唱是灵殿，木下灵雕。以及橡树灵雕，岩道如莲殿，是灵殿。如寒殿是一地云中，莲是灵殿，红叶是莲。开始啊！有缘盛开用一点，文丁江树不怕林椒，点子林天中四角，以及阴角海椒，不灵庆去现。花开明个，明花盛开，左个烟朵盛开，难得如天定响子林。昨天我在讲武汉的，难道如限定先天不？先苦如限定，先苦如限定，叫天动树天，文天静止，无理限定，不理限定是明了。难道如限定先，动树连天，动树连天，不理限定，静止武汉定先。也要。连到连丁，连到连丁，啊。是的，天国的很多点藏书行，英雄不留垂的天教育咯，母亲呐、啊，母亲呐、啊，我找你好久。天堂请母亲那快快来，哦，祝阮盛开，祝阮盛化自祥，奉祝阮盛开。朱主不是看看是一样中看变现挂海有手都是瑶池宫的，都是瑶池宫的都是、看到你好疼惜，来到人间走这一趟不容易，看到我下凡尘了，你们就都下来了，可是真是历经辛苦啊，啊，不怕，对，朋友不怕。我们大家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力量大。对，团结，开眼大大。瑶池金母娘娘亲亲下凡，我们严氏富汉应表扬，一度银锭兴起银锭，兄弟姐妹赶快回来，距离银锭。红母回天瑶族天都如母汉见主该，我帮母娘做了很多了，这不是讨功，是真正的有领着你的旨意下来。努力天母都安都不能骂，安都不能。今天才见到你，哎呀，真高兴，今天才见到你，好高兴啊，好疼惜你们，不能骂，安都不能骂，安都不能骂。
刚才那个手印是粉丝塑胶膜，眼珠眼睛用手里去，妈妈的眼睛，叫你同心一起有着活到秀的天动地。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，真的好高兴啊，好高兴啊，今年百年见到你，真的不你的不容易，不你麻烦你的，明年会更了不起，明年更了不起，对，开始可以发挥了，可以呀，因为你们都出来了，我就可以有力量发挥了，真的，嗨嗨嗨嗨嗨嗨，很高兴的，他没有福啊，然后带着我走啊，他每次都带着我走，他比较甜，他会带着我走。我是认真做，可是我不会，嘴巴不甜甜。哎呀，好可爱呀、哦，带着我走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走，他带着我，那是刚刚拿出来，刚刚才出来。他再来，我明天再我，因为我明天也不用去啊，你好，给我玩呀。它好甜，烧鸡蛋呀，它的梨很甜，它很甜，我就过。他第一次，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嘞，他很好啊，第一次见到哎、啊，他出国第一呀，他炒好菜，还会开大车嘞，对呀、啊，好厉害哦，真的啊，在台南呢、啊，那是你训练下来的，训练下，我自己现在也在开车，那准备的呀，大车，按摩两分五两，只要老吗？我也在开车，我的技术不好，我吓得会开哦，我会开，真的好，好吓得，我俩要自己开，他要自己开哦。我玩的好不好？等你我玩的。伊拢唔易啊，伊拢唔易。伊那仔啊，哎呀，阿姨，我他好厉害，他开箱，他起先就说认我，我不认他，我不会呀、啊。啊，他就说亲爱的母娘娘娘，就一直叫啊，我都不会也不懂啊。哎，真的都要靠你们了、啊，都要靠你们。所以，啊，我开箱你就没有了。在哪里？在本宫啊。在本宫没有接到通知。哎，因为没有接到通知。阿姐，你问我几位招你问我，你阿姐讲问我招你问我再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来，哎呦，啊，你现在来找到人了没有？好多，这都是我的龙凤儿，对啊，下凡尘的。你要坐他的车还怎么样？坐他的车。我想，我等一下要到西方道场。我刚刚有跟你夫人讲。阿里山打掉下去，开始开始，开始大概开始了，开始。哎，天生自然在，天生自然在，对吧？是。他自信和自在，自信和自在。对。对。你做人有慈悲开，我做人有慈悲开，我要拜你大慈悲。你善事做真多，我了解。你善事做很多，我了解。你有善事做足多去啊？你善事做了很多，非常非常多，多指教啊！你有多人善事会做足多去？安尼听无？
你有助人家，算是做了很多。帮助人家算是做非常的多。讲这里为善不欲人知啊，你做很为善莫及。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，不会做善事，请你多多指教。过去有这些环境，后来是。你的善事做足多出去，你的善事做很多，后摆你的子子孙孙大爬尾，以后你的子子孙孙。很大脚，很旺啊，很旺，很旺，很旺的意思，真的，长开呀，贵，很旺，很旺，啊，这条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朱利安，有福报，自然你就有福报，有福报财运开，有福报财运足的，哎呦，有福报财源，财源很大，哎，送给你好不好？因我不贪不醋，他不贪不取，他并不是说跟你讲他就爱你的钱，不贪不取。讲可怜，讲我给你垫，啊，你讲有钱特别红，我你也资料我丢，我嘛不爱了。他不贪不取，你他这样赞美你，跟我的一样的个性，他也不要别拿你的钱。不牛，不牛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又。我是我妈牛牛的哥。哎呀，我要抱抱你了，怎么会是你呢？哎呦，怎么会是你呢？我都认不出来了，会是你呀？哎呦，哎，怎么会是你？妈牛蛮好啊。到红尘来这么早，就到了红尘了。哎呀，跟了我受苦。我的天哪，死哦，好命啊！你哪会当讲你有贷款的人记你？哎呀，真难呐、啊，真难、啊！你知影我的钱，我的红米真苦。多造多造，真的他好苦哦！怎么会这个时候才见到你？我的红米给你七十一岁了。我七十了耶，我也七十了。你是修家孤单。房后修得很孤单啊，真的很孤单啊，其实你很孤单，我要抱抱你，真的很孤单，以后常见我好不好？不要再孤单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孤单了，我在发佛光给你啊，你会温暖了。我发这么大的光，你收到了没有？我在发佛光给你，好大的光啊，我要给你温暖啊。哎呀，要给你温暖啊。到人间来，我也七十了。哎呀，这么晚才见到，今天才见到哎，这么晚才见到，今天才见到。哎呀，真的是好辛苦你，等一下，辛苦你。要不是菩萨众天神在助我们两个人，就见不到了。我已经修到大的不。他说他学到什么都没有，他可能睡出去嘞。他说还租房屋住。现在呀，要可能睡出去啊，还要到四处去呀。他还是租房屋外出是租的，房子是租的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让我再来一个四十九的收啊，四十九岁的工资要多好我啊。我修到今年，我修二十二年。啊，修到现在要二十二年，四十九岁降到他开始在修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简单啊，见到我这个时候才见到，相见恨晚呐。阿弥陀佛，我都不晓得找你能找到什么时候啊，我都急了，可是我也找不到啊。出来，我们求众生助我。他一生没有求众生助他，和我一样的个性。我要够可以做众生，他还是助众生。一万做的账啊，有一万的，做的跟爸爸做的账。哎呦，哎呦，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么大年才找到我。我到下凡尘，我也不晓得你在这里受苦受难，我都不晓得你这么受苦受难。我跟灵儿都下凡尘，受苦受难，我也找不到，我急死了。
我好着急，你知道，我跑全世界，跑台大陆，大陆的灵儿也都在等着我，所以你说叫我讲什么语，我都不会讲，都是他们在讲，都认出我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真是我的孩子，不要哭不要哭，他都认出来了。这么晚，不要在这边等一下，我也哭。你也会哭，对啊，你也早哭过了，都哭过了。那真是的，怎么天哪？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相见呢？哎呀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相见呢？早一点相见多好嘛！你也不要那么苦啊。现在还好，有这么多的天神在助我们，让我在法会场找到他们，不然我都不晓得到哪去找啊。我也急呀、啊。我马上就要回去天堂，我两手空空啊，我好着急呀、啊，我对不起你们了，你们都为我下凡尘了，结果我对不起你，你的慈悲的，我对不起你们了，是你的慈悲的，你的慈悲，嗯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你把不是安尼讲啦，把你们都带下凡尘，没有照顾好，我今日你这条灵的母看到你来哭啊，这可怜，慈悲，他这条灵的母来看到你了，哎呦。是的，不容易啊，快不了在呀，一色狼藉的。照相，秘书在照相，照相啊！不要找，不要急，哎，赶快把握镜头。你看下凡尘，他不讲，我怎么会认呢、啊？我兄弟，一年都来十年了。他说他的功名来到人间十年了。哦、哎呀，十年这条干的时阵，我就是讲无爱睡厝。在这个期间，他就不要住房屋，不爱睡出温馨，四处游走，是不是？都是边那边，都在大寮那边，在大寮那边，都是租房子的，哦，都是房子。哦，所以我困死，我很毛的，多少年给出啊？买房子，他住的是平房啊，平房。了不起，苦修啊！不离就拢入水，常常我手也拢入水，如何拢入水？翻译技术快翻译。说那个房子屋顶都漏水了，那个低压的地方会不离的雾皮，雾皮拢入水，雨都会漏水，水淹啊，会淹水，会淹水，现在还住在那边吗？我嘛无搬走。他没有搬走，我住了十年了，没有搬走。我就是在做贵人跟贤人，慈悲的。他找贵人跟贤人来，慈悲的人来帮他。贵人来跟我斗完成斗做咩？还是我愿意有一个人提出来做我完成，我愿意咧付出劳板书。就是有钱的人帮助他完成这个。办事，付出办事。现在他在那边有一方之众吧、啊？他在那边普度众生，有一方之众了吧？房子哦，不是有一很多信众了吧？没有，跟他关系的呢。他只他一个而已，只他一个人呐、啊。那小孩呢？没有。那简单啊，你到我那你去住台中。不是这款代志的 case。因为我是你要天命在那边做这些工作，然后领天命要下来做工作的，办事情，办事的。那我给你住五楼的也有，凤山，你去住五楼，一楼没有，五楼有。你好嘞，我知你。你的好心好礼他知道。知道。杨哥，但是。我后辈是要度足济人，要众生啊！他以后是要度很多众生啊！众生啊！那你一个人要有地方住啊？不是安尼讲，我一个无要紧，为着众生较要紧。他是为了众生比较要紧。众生的幼狼走中仙，我女儿我这个，你也住五楼，我袂当出卡子。说住五楼不方便出手脚。因为以后要找个人真正的五楼要怎么做，以后一定就是要要找的人很多。那你到台中的我那有一楼的给你住，你去办道务。不随便啦，啊，也不随便。他不能随便去。
也说对了。哦，他有他的使命跟地点啊。因为我去伊的时阵，那天后边，他的点是在南方。因为什么天命，我听个接受通，人家交代，神跟我讲。神有跟他讲。我把这事跟神跟我讲。要想来过来。你来讲，他的着急了。我好无。他在问他，你命嘛是爱做臭人死啊？我命重点吗？爱做臭人死啊！我命重点吗？啊，这两位要重点没？那你在那里一个人有很多人帮忙嘛？徒弟吧，有徒弟吧。我不苦了，为点这种事干不？为众生呐，他说他不苦啦，是众生苦啦。我想那是一个人啦，啊，有空我们都会去那边做做进修啦。对啊，当晚上给人多加的人，那还是会照顾。他在多加的。在大寮这边啦，啊，我是带点这种啦，在哪做营？哎，一出来就看。他就是要把那个有带龙凤的那些人哈、哦，把他引出来，他们出来做工作了。对了，我就是在找这个龙凤儿啊，赶快出来团结才是力量大。我就是这里后的宿命啊！啊，他就是做龙凤的使命的使命啊！对，你把这些龙凤儿带来，我们赶快一起集合。所以讲，那点书记，伊嘛跟我打见面的啊，又跟我回馈交杯，跟我交杯。这个师姐，跟他会照那个。对。就把空气的高层来一点。哦，刚才那个师姐，我们打给你。我刚刚才认识而已。打给你，看给他就看。今天才认识的，就是那个亲爱的母娘娘娘啊。阿基亚的。阿基亚嘛，金金嘛。对，银金枝啦。银金枝，他是刚刚才跟他认识而已。哦，刚刚才认识。对，伊知影我的可怜。伊的。伊的我难不带。哎，好可爱。阿你听嘛。啊，因为我天命命落来，应该爱完成。还没完，领了要完成。啊，就是不完成，就是我无够难啦。因为没有完成，那不行。他就都看得用心出去，都是挥霍光，我无法度人完成。他说教所教的公孙啊，出去都说他没办法完成任务了。他说他还会伤心。团结嘛，团结力量大嘛。我们去你那边，大家一起来做嘛，对不对？难众生本来就是很难度，我也是很伤心的，所以也是靠你们。我看到跟他领三个，这边我看到两个边边，我在得烟火。有时才叫路，无时是叫无路，你知无？你够穷苦啊！大道闲话啦，有钱才走，有钱才走有路啦，没钱则没路啦。哦，有钱好办事啊，对，要把财给你们运来呀、啊，你们要接财运了啦。金母的金船开行救万民啦。说你讲吼，你也喝点完了。对，好心他了解。我以后后边是多管天地，给我来安排。那以后的日式天地会替他安排。感谢你的好意，我给你接受，我给你关怀，我给你感恩。嗯，感谢你的好意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接受我。以后让你福报，家家顺顺，团。谢谢，我都不想求儿孙了，我只想现在我两个孩子让他健康的来普度众生吧，也是接我的棒来普度众生吧，我都不让他们结婚了，我都让他们去普度众生了。不要再这嘎嘎的。他说什么？孙母娘有给他交代。天庙要地降旗山。天母瑶池。降旗降下来了，降下来了，你的慈悲善良母了解，
今天我的囝会当甲你见面头一摆。今天我的儿子能够跟你见面，第一次见面。哎，是。真有幸。我的老母代替我的囝甲你感恩啦。他来感恩，他母娘代表，他儿子对我感恩。他说，谢谢你，我有你，我好高兴啊！你那么辛苦在味道。无缘要有缘。要收缘，有缘以后会有要缘分呢，有缘了以后再相见。哎，你翻译很好，你翻译嘛。我见面你，一百空一年就要出头盖。明年101年的时候，他就出头天了。哎，对，我也是要准备那一年以后开始大展职位。你不到后回来。明年他的使命就是他的儿子就是他，他那个神说他他的使命啊，他的命就是要救这个平民的一些老百姓的老百姓的，这是天母的来个天母交代他的哦，谢谢谢谢，今天感恩您两个，今天感恩您哦，你们两个啊，跟我家支持。跟他自己家麻烦你的时刻甲时间，是麻烦了我们两个，没有，是我们的光荣，能见到你是我们的荣幸，是我们的荣幸，有缘。你两个善良加慈悲，母后拢见地，所以我们两个对。那你讲我自然就明你，对。我见什么大事都拢会见地，对。所以讲今仔日就是。不要调工转你出来，我有解安，一寡有财权的贵人贤人会甲做。哎，孙母娘有跟他讲，今仔日调来参加这个财源的，因为他这个录音起来都会有声音。他，现在他们，我们一边翻译给你们听，那你回去可以看，慢慢看那可以，他叫我来翻译给你听，对，比较仔细。好，谢公生，也下这条都是我讲。印出来，这光生是他印出来的。好，伊嘛是捌大事咯，他也是懂事，会事的，会办事啊。办事是得要年纪大，还要学啦，还要学，都要学。第三个大事就没了。啊，继续加油。所以讲，不要。去钓你也真欢喜，我要的金宝。见到你真高兴。要是继母见到你，你免烦恼你的囝的代志。你不用烦恼你的儿子的事情啊。因为你的囝吼，你的功德过去做真济好个。你的功德，儿子跟那什么，你的功德做出去很多，你囝做很多。啊，你敢听无？就说你哦，做了很多功德，过去做很多功德，做就是给这个儿子，都回向给儿子，那你女儿得到。听无？再努力做。所以讲，就是恁囝代志，恁免烦恼。好，不要烦恼。免母女的事情。对，先佛祖。天德的作意。天会助您，天助我。好，好。祝你囝出头天。祝你的孩儿出头天。出头天呐！要祝我的孩子出头天。哎，对。因为我的孩子太苦了。我的红姨，伊不叫拢叫我的囝叫红姨。黄儿。他的黄儿，红梨红梨，黄儿啊，因为吼，我的囝开始很苦，他很苦，他很苦，他的两岁死老母，三岁死老爸，他说他两岁父，兄弟姊妹一家拢结煞体，兄弟姐妹都散了，哎呦，一家人都去做寡去。你做歌仔戏，他自己做歌仔戏。对，刚刚这条路才49岁了，修。49岁才开始有降这一条道，49岁开始修这个道。修到这么天交代的事，伊也知。那现在天交代给他事情，他知道。哎呦，真好，修得好。这个老人，够有钱人，够有。等这个
甲我做诶啦，甲天好我地好我，甲我后边要祖庙来做我。等下仙人跟财团来帮助他。仙人呐，有钱人呐，有帮他，所以他现在在候时机。哦，好好，我们会努力。哦，因为确实是我的量来做。用他的力量去做工作，一些用他的力量来做，都是你们做，年轻人要做呀。他七十几了吗？七十几，哦，他七十几了，七十一，七十一了，他不容易呀。哦，那个又认得，你要眼泪也是靠啊，你认出来了，要认出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是我姊妹，我是天掉掉掉的。对呀，你看他眼泪也哭了，泪眼睛啊！你今天又发烧。解放西猪。有事干。天命为你。有事干。一空的啊，命。有事干。我命。要为求来念旧，多救阿娘。你也是该多念旧好，这也是瑶池公道。救娘，救娘，救红，来团圆。你也是该惹了一支龙头欢。我来多就提仙堂，要比金木在现金明，我是西王庙。哟，你这不要要去害了。杨家一诺哟，开寂寞令我开。寒暑开，风啊凉雪开，晚啊凉开，风清天温啊凉晚开，甘露寒林啊升温开，寒露啊又开雪温开，风鸟带呀，心怀念关怀。今天啊，今天啊，幸福卡卡是地开，两岸交换啊，天地来，天地烟花开。寒星云照枝开，一弯台呀，天弯江落来西门台，寒流寒锁。三德贵小五，就是三官太低。三德三官，拆开就有道界。我世界，一有道一道，一有道海，有道的宿命你也在知。一有道的宿命。你也是人生，地缘的宿命的，你也是人头，一担做天苦，这么好天苦，天缘不缘，地做缘，三缘的宿命，这三缘情，下归三做对岸呐，三做命。三折三万，没有，
恭敬，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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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好，好，用再见，谢谢，再见，用，好，谢谢，老师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用，好，再见，再用。瑶池宫的哈，跟你的你比较高，好像是不是？他还见不到，是，怎么回事？也带地母，地母，带地母，哎，对，阿爸带天母，难怪他见得到，他见不到，是使命了，他是他领的那个使命。没有，他的他们，他这个是瑶池金母的天堂的，地母跟天母是姐妹，她是姐妹，姐妹。那可是他却，我在这他却看不到，所以他不是天上的才看不到，所以我也不要出来见，所以就不一样了。他的是瑶池宫的，这个很高的，懂了吧？你懂了吧？可是怎么讲？不用，就是总统府的，慢慢的总统府的，你才会认得。你在领统就这么样。阿嘞，阿咱倒回来。见面，你看。这个时候才见面，真是啊，等太久了。嗯，现在天不早了。